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音乐辅聊课程，我是小美老师，很开心我们今天要一起动动身体。首先老师挑了这一首欢迎歌，接着呢我们要开始一起来记动作咯。前奏间奏我们要拍手弹指，拍手弹指，很棒，跟着一起做，拍手弹指，拍手弹指。好，当歌词唱到了欢迎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拍拍手，连续拍三下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很好，一二三。唱到欢喜的时候，我们要左右左，右左右，左右左，右左右。英文歌词的时候，把我们的双手往前伸直，然后再热情地抱一下自己，最后呢要做一个欢喜，然后把我们的手撑开来放在脸颊的旁边，要说一声嘿，这样可以吧？很简单哦，动作都非常的简单，然后呢我们要很开心地来跟我们的身体动一动。好，准备放音乐咯。右左右，左右左右左右，很棒哦！欢喜见到你，好欢迎，欢喜见到你，手往前伸直，抱一下自己，大家都欢喜，嘿，欢迎，欢迎欢，身体动一动哦，很开心的。对，很棒哦，身体动一动，很开心哦，动动身体有益身体健康。准备咯，欢迎，拍拍拍，欢迎欢，我们热烈欢迎你，欢喜欢喜，我们欢喜见到你，欢迎来了欢迎你，欢喜欢喜见到你，往前抱一下自己，大家都欢喜，嘿，欢迎欢迎欢，我们热烈欢迎你，欢喜欢喜，我们欢喜见到你，欢迎热烈欢迎你，欢喜欢喜见到你， You'll be happy, we'll be happy, 大家都欢喜，嘿，好厉害，掌声鼓励。